好歌声如此多彩。英航在江西，严巡将军的不弃的蒙古眼绝满一生贵州一狂。徐爱同学，我在。你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为你播放音乐，控制设备，查询信息，设置提醒，设置闹钟。我的能力还在不断增加呢。试试对我说设置闹钟。徐爱同学，我在。如何做老板？买个碗，你就是老板。我带着你，你带着碗，我负责哭，你负责喊。过年挣了钱，我们一起当老板。我给你打工，你给我发工资。小秘密是你藏在心底，不想告诉妈咪，是爸爸不记你救我妈咪，我是哪来的妈咪双脚底，我微笑不语，爸爸的心跟着你笑脸。妈咪的心墙，坚持穿完你只有妈咪的心墙，心是穿完你妈咪学学就来的一点雨，妈妈工作不容易，都你会旅行好了，马路好幸福，我关心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想一定要告诉你秘密，妈咪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小爱同学，嗨，我在。正确。你真聪明，答对了。请认真听下一题。中国第一家星巴克北京国贸店因付不起租金于2013年停业。正确。你真聪明，答对了。请认真听下一题。小说挪威的森林的作者是伍博。错误。你真聪明，答对了。请认真听下一题。冻疮是由于皮肤毛细血管受损而引起的。正确。回答正确。请认真听下一题。小爱同学，哎，退出。本轮游戏一共答对了35题，打败了全国100%的用户，获得最强大脑称号。期待你的再次挑战。